鄂 A 是哪里的车牌号码？车牌号是标识车辆身份的号牌，车牌号对车的意义就像身份证号对人一样。那么，鄂 A 是哪里的车牌号码呢？鄂 A 是湖北省武汉市的车牌号代码。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，长江中游，包含了蔡甸、黄陂、忻州、江夏、东西湖、江汉区、江岸区、洪山区、汉阳区、汉南区、武昌区、硚口区这些区域。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，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，全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。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，拥有53条国际直达航线，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四大洲的城市。以上就是鄂 A 车牌所代表的地区含义，你明白了吗？